我哋請林醫生，有請林醫生。大家好，我是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臨床腫瘤科的助理教授林嘉安醫生，歡迎大家來到我們醫學院醫學生一年級學生，其實很厲害，他們一年級學生現在升二年級了，他們搞了一個這麼大的活動，幫到很多病人認識多一點病啊、疾病各樣東西的知識這樣。我記得呢，這個是很好的傳統來的，這個健康展覽呢其實每年都有，我記得我第一次參加就是當年還是 Year1 的時候，一年級學生的時候，已經是十幾年前了，希望大家都看不出原來哇我讀了書畢業了十幾年。這個目的呢和傳統呢，就是希望大家對健康會多一點知識，提高大家對疾病的認識，希望可以每年都傳下去。今年的主題就是癌症，我們臨床腫瘤科就鼎力支持。我知道之前呢，我們同事曾永恆醫生就跟大家講解過癌乳癌，明天會有我們李浩斌醫生講解一下肝癌的。今天我要講就是腸癌，題目是認識腸癌。開始之前呢，想問一下大家其實對腸癌有多少認識呢？一啲都唔識嘅舉手，一啲都唔識。好啊，咁啊知少少啦，又唔係知道好多啦。係，好啊。咁啊知道好多嘅咧，即係出嚟一齊講都得嗰啲，一齊分享嘅。咁啊少啲，我見啲學生都冇舉手，可能佢哋都唔係好識噶啦。咁今日咧，我哋目標都係深入淺出啦，講多啲關於腸癌嘅嘢。有幾樣嘢大家要留意，第一就係腸癌嘅數據啦。腸癌的病徵、腸癌的檢查方法、腸癌的治療和腸癌的跟進。今天其實就不是什麼學術會議來的，其實大家分享一下，所以那個氣氛呢都應該自由一點。我就希望活一點，活動一點，我就以個人的生活例子啦，或者身邊朋友的例子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剛才講過那幾個關於腸癌的題目。開始之前呢，都俾少少知識大家袋返袋先，就係一啲解剖學嘅知識。我哋講到大腸呢，其實分為幾個部分嘅。喺我哋嘅肚度右邊開始呢，好似一個 C 字形咁，直至到我哋肛門嗰個位。第一橛呢，我哋叫升嘅結腸，升即係上升。第二橛就係打橫，其實一啲好具體嘅形容字眼。第三節呢就叫降結腸。去到轉彎位呢就叫月狀結腸，月狀即係一個月字形咁，好似轉彎咁啦。再落呢就係我哋嘅直腸啦。呢啲係簡單嘅解剖學知識。你知道咗我哋成日講嘅腸癌呢，就係講緊由升結腸去到月狀結腸嗰個地方呢，就叫做腸大腸。再落啲呢，嗰個叫直腸，去到肛門呢就係第二個器官啦，我哋簡單嚟講。事不宜遲，我哋開始第一課。我就想翻起咧，早幾個月咧，有個朋友打電話嚟，佢係三十零歲嘅朋友，我哋識咗好耐啦。不過咧，都係無事不登三寶殿啦。通常嚇好少特登揾醫生，仲要揾腫瘤科醫生喎。佢講咗同我傾咗一輪偈，我都覺得好似隔靴搔癢咁，係咪仲有啲嘢想問咧？到咗講咗一輪啦，佢就話Ka-on 啊，我叫林Ka-on啊，Ka-on，我近來大便有血喎，驚唔驚啊？驚唔驚啊？大家驚唔驚啊？如果大便見到有血，梗係驚啦。但係第一樣要諗，你驚乜先？我問下佢。佢都好坦率咁話，梗係驚癌症啦。我聽完之後都放鬆啲，放心啲。點解會放心啲呢？因為我通常咧就教啲朋友啊，或者其他有呢啲問題嘅病嘅人咧，從幾個方面去分析。第一咧就係癌症嘅數據。其實大家知道腸癌咧喺香港其實係第二號嘅殺手嚟嘅，以癌症計，其實僅次於肺癌。每年其實大概有4000多個新症。發病率咧其實大部分係50歲以上嘅人，一般咧都係男性添。你話我朋友如果30多歲咧，喺嗰個年齡組別入邊，其實發病率講緊係
一年係100-200個，即係整體癌症嘅病人咧係唔夠5%。咁而喺呢個組別嘅發病率咧，大概係6-7，每10萬人有6-7個人會喺呢個年紀發病。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嗰個機會係好低。咁喺呢個年紀咧，我通常都同佢講下會唔會有其他問題啊？因為多啲大便出血嘅原因咧，都係離不開痔瘡啦、肝裂啦，或者一啲腸炎嘅症狀。咁我同佢分析咗呢啲數據咧，佢就好似放心啲，不過都未釋懷，因為阿嘉安啊，5% 都有機會㗎，我會唔會係嗰5% 啊？咁咧咁就難講啲啦。咁我哋要再問翻多少少關於腸癌嘅其他病徵，一啲相關嘅病徵，因為淨係出血咧，除咗我哋分析佢嗰個血嘅顏色啦。血的顏色通常我們講咧，越上的消化道出血咧，色素會深啲；越近肛門的出血咧，色素會鮮啲。咁去到中間嗰橛咧，通常啲血就比較暗啞啊、乳紅啊咁嘅顏色。咁佢同我講咧就鮮血嚟，唔好意思啊，我諗大家都是吃完午餐，不過一開始咧我哋就講少少核突少少嘅嘢，大便啊、血啊嗰啲。不過咧呢個是一個腸癌必講的課題。咁佢就同我講係啲鮮血嚟嘅，咁份量都唔多，因為我哋問完顏色咧，就會問份量啦。咁其實仲要問埋頻率嘅喎，因為如果持續出血咧，我哋其實擔心啲，即係有一個病因喺入邊冇移除到嘅，我哋要正面面對。如果久唔久出血，或者其實一次半次咧，其實可以一路觀察下嘅。咁即係問咗顏色，問咗份量，問咗次數咧。其實再集中埋咧，都唔係好擔心。咁另外我哋仲會再問一啲病徵嘅，譬如話會唔會肚痛啦、肚脹啦，或者大便習慣改變？咁呢啲都係比較常見嘅腸癌病徵嚟嘅。咩叫大便習慣改變呢？譬如就係話好多人比較定時定候，一日一次大便，或者2-3日一次大便。咁去到真係慢慢有病啊，個腫瘤比較大嘅時候咧，就會影響咗嗰個大便次數，可以好極端嘅。有啲人係便秘多啲，即係好多日都去唔到廁所啊。有啲人咧就係成日肚屙。咁呢啲有咁突然嘅轉變，而且係持續嘅話咧，咁我哋就建議大家早啲去睇醫生啦。咁另外咧就係便秘咧可以好嚴重，嚴重到一個程度咧係會腸塞，我哋叫譬如話個腸個肚好脹啦，完全去唔到廁所啦，不停嘔啦，咁呢啲都係要擔心嘅。咁有時候後期啲嘅腸癌症狀咧會有貧血嘅病徵，因為可能大便嘅血咧每日流失一啲咧，積少成多，過咗一段時間咧，大家會覺得比較攰啲啊，活動能力比較下降啊，咁呢啲都係貧血嘅現象。咁再多少少咧，有時有啲人會體重下降啦，個人好成日都唔精神啦，一啲全身性嘅病徵會多少少。咁有好少部分嘅病人咧係自己可以摸到腫瘤嘅。咁我相信大家如果自己摸到有啲嘢凸起咧，都唔使諗啦，即刻去睇醫生。咁我再同我朋友講啦，咁你嗰個血咧鮮血，咁好少份量啦，亦都唔係成日有嘅。咁亦都冇其他相關嘅病徵咧，咁我哋放心啲。咁最終咧都勸個朋友，即係你有擔心咧，都要睇睇醫生啦。尤其嗰病徵可能再出現嘅時候，咁最後發覺咧，我諗大家都估到啦，其實都係普通嘅痔瘡嚟嘅啫。咁所以第一課咧就係知道腸癌嘅病徵啦，有啲咩擔心啦，腸癌嘅數據啦，喺唔同年紀咧，我哋擔心唔同嘅嘢。咁又到第二個個案啦，就係自己爸爸媽媽，咁唔使擔心，佢哋唔係話問有咩癌症，只不過係我哋成日諗緊我哋有時話腸癌係可以預防，可以預防嘅意思咧，就係一般腸癌咧都由息肉慢慢演變去到癌症。咁呢個過程咧，其實好複雜啦，需要好多時間啦，咁亦都牽涉好多基因嘅轉變。一般我哋講緊平均要3-5年。咁所以好老實講嘅，而家大家都鼓勵緊唔同年齡嘅朋友啦，去做一個大腸鏡或者其他啲癌症嘅篩選，去睇下會唔會有息肉，或者有冇一啲特別嘅病徵。跟住大腸鏡個好處咧，就係你做咗一次之後咧，
如果冇嘢嘅話，其實五年十年咧都唔使再做。咁其實嗰、那個、其實好抵做，我只能夠講，因為你做完大腸鏡咧，佢個好處就直接睇到腸嘅內壁有冇息肉啦。咁有息肉嘅話，我哋移走去拎去化驗啦。如果單純嘅息肉嘅話咧，咁一般就唔使再跟進嘅。咁我哋建議都隔一段時間再做翻個復檢。咁如果你做第一次大腸鏡係冇任何問題嘅話咧，其實隔五至十年先再做咧，咁就好放心噶啦。咁點解關我阿爸阿媽事咧？因為佢哋都五十幾歲噶啦，咁做仔女嘅做呢一科嘅，都勸下佢哋做一啲篩選性嘅大腸鏡啦。咁同佢哋講完咧。我媽咪咧就第一個反應就去做啦，因為我諗大家都覺得㗎啦，女士咧嗰、那個健康意識係強啲嘅，即係我哋話擔心啲啊，小心啲咁樣，佢就第一個去做啦。咁做完有少少辛苦嘅啫，其實整個過程都好安全，咁啊冇問題。咁啊，爸爸咧其實五十幾歲男士啦，咁我哋講個五十幾歲嘅男士。其實是高危的，即不是高危的，即比較需要多些做少少呢啲檢查去確定佢身體冇咩問題。咁佢就唔肯做，因為怕痛，怕唔舒服，又怕有啲流血啊，咁又怕驗咗有啲咩特別嘢出嚟咁樣。咁我話可以再考慮一下嘅，咁始終呢個唔係必須嘅檢查。咁我就建議咗咧，大家知唔知道如果篩選癌症，即係我哋叫 screening 啦，即係喺冇病徵、冇特別病嘅情況之下，除咗做大腸鏡，有冇其他檢查可以幫到一般嘅市民嘅咧？大便驗血啊！話婆婆好叻，唔係婆婆啊，姐姐好叻，係啦。咁話姐姐好叻，咁可以驗大便啦。咁啊，大便簡單啲，因為唔入侵性嘅，一般都冇風險。不過個唔好處咧，就係佢個準確度比較低啲。咁有時有驗到有血咧，就唔代表一定有癌症嘅。譬如話痔瘡啊、腸炎嗰啲都可以有。冇嘢咧，亦都唔一定話佢真係冇流血，因為腫瘤咧唔一定係持續流血嘅。有時佢係久唔久流下血啊，你未必喺適當嘅時候偵測到。咁但係無論如何咧，依、這個都係比較簡單、直接啲、冇入侵性、好安全嘅做法。咁爸爸做咗都冇嘢嘅。咁不過咧，爸爸自己唔做咧，就幫我宣揚咗呢個健康信息出去。咁佢就佢話個同事做咗。個同事做咗咧就大件事啲，即係佢做咗個篩選性嘅大腸鏡啦。咁嗰個同事咧就冇任何病徵嘅，都冇屙血啊，身體健康都幾好嘅。咁但係做咗就話啊，見到有個瘤喎，問我點算好咧。咁我唔知道在座有冇各位朋友有自己嘅經歷，有腸癌啊，或者身邊嘅人有腸癌嘅問題啊。咁其實知道有癌咧，第一件事就擔心。咁但係第二件事要做咧，就係做多啲檢查，去睇清楚啲。咁有啲咩檢查要做咧？咁我哋喺佢做咗大腸鏡，攞咗組織，確診咗癌症之後咧，第二件事要做咧，就係知道嗰個腫瘤影響嘅範圍有幾多啦。咁有啲咩方法可以做咧？第一，譬如我哋會驗血啦，睇睇佢啲血球情況啦，因為佢冇病徵啫，但係都可以有唔同程度嘅貧血，睇下啲血球各樣嘢。咁另外驗血咧，都可以睇到佢身體機能、內臟功能嘅情況，譬如肝腎功能有冇話偏差啊、影響嘅情況。咁第三咧，我哋會做多少少影像上嘅檢查。咁呢個影像上嘅檢查咧，即係我嗰個年代咧就做就咁胸部 X 光啦，因為最簡單又平又冇乜又冇乜放射性嘅輻射咁樣。咁但係而家咧，通常多啲人做咧就是、一啲斷層掃描，或者簡單嚟講，我哋叫電腦掃描。咁電腦掃描咧就係、是可以清楚睇到身體唔同地方有冇額外嘅腫瘤。咁腸嗰方面咧，好老實講就係腸鏡會睇得最清楚。咁但係電腦掃描咧就可以幫到我哋睇腸出邊，因為你知道擺個鏡入去個腸入邊咧，你淨係睇到腸入邊嘅情況啦，你唔能夠穿透睇到腸出邊嘅情況。咁斷層掃描、電腦掃描咧就係幫到我哋認識多啲腸出邊，譬如有冇淋巴嘅轉移啦。
譬如有冇其他病灶嘅出現咧？包括會唔會話有腹水啊，即係個肚積水啊？會唔會有肝轉移、骨轉移，甚至係肺轉移？去睇清楚。咁我爸爸個朋友咧就做咗依幾個檢查啦，咁血都正常嘅。咁其實血頭先講漏咗一樣嘢。咁喺我哋確診咗癌症之後咧，一般我哋都會再抽一個叫癌指數，我哋叫 CEA。咁呢個 CEA 咧，我諗好多人都聽過都唔出奇，因為坊間好多驗身嘅 package 啊，嘅組合咧都會驗 CEA 嘅。不過我諗就咁驗 CEA 咧，其實就我自己就唔係好建議，反而喺病人知道有病啦，佢驗個 CEA 咧，嗰個資訊會多啲。第一咧，我哋知道佢CEA 高低咧，其實同佢嗰個病症個範圍啊。病症嗰個預警咧，其實有直接關係嘅。咁我哋驗咗之後咧，爸爸嗰個朋友咧，嗰個指數咧就稍微高少少，稍微高少少。咁啊驗其他血咧就冇乜問題嘅，貧血都有少少。咁啊再照埋電腦掃描咧，亦都係好消息，因為見唔到身體其他地方有轉移。咁只係咧嗰個腸附近有一啲淋巴轉移，開始講深少少啦。而家因為講到治療嗰啲嘢，咁下一步知道冇轉移咧，我諗大家都好直接知道啦。依個期數咧，我哋叫初期。一般嚟講咧，邊啲叫初期咧？第一期就係第一二，我哋腫瘤咧分四期嘅。第一二期咧就係個腫瘤仲喺個腸入邊，冇影響腸附近嘅組織啊。冇影響腸附近嘅淋巴，亦都冇去到其他器官，我哋叫第一、二期。咁去到第三期咧，我哋叫中期啦，因為就是代表個腫瘤已經影響咗附近嘅淋巴啦。去到第四期咧，就棘手啲啦，因為個腫瘤已經走開咗，我哋成日講話散咗啊、轉移咗啊，嗰度咧就難講，就難搞啲噶啦。咁我哋叫第四期。咁爸爸個朋友咧，我諗初步睇係第三期啦，因為第一個腸有腫瘤啦，第二照出嚟附近嘅淋巴有影響啦，咁臨床上我哋第三期，咁好多病人咧嚟到呢個階段去問我哋，去俾個報告我哋睇醫生，咁我哋而家係第幾期啊？咁我哋同佢講第三期啦，咁但係都會留一手嘅，因為而家咧去到呢個階段，淨係照咗嘢啊，咁都係臨床嘅診確診嘅。確診的意思呢，我們的黃金定律呢，就是要在那個手術拿完整個組織，包括附近的淋巴出來，去看清楚淋巴是否真的受影響呢，那才叫確診。那我們建議去做手術，那他做了手術呢，那就發覺那個降直降結腸，那大家記得就是遠一點點這位置，降結腸就有腫瘤，那附近呢都有幾個淋巴呢是受到影響的。嗰陣時咧，我哋叫確診啦，因為切咗出嚟喺個手術組織度，喺顯微鏡下睇清楚叫確診第三期。咁第三期咧嘅治療咧就會複雜啲，因為第一、二期嘅癌症咧，通常我哋切咗咧就放心啲，開始一路觀察，一路睇住一路復診啊，咁定期做翻大腸鏡咧，咁就可以叫做一個合理嘅復診個案。咁但係去到第三期咧，有淋巴影響，我哋一般都會建議打化療，係啦。咁頭先我哋講完手術，咁而家講化療。咁化療咧，我哋叫輔助性嘅化療，因為傳統嚟講嘅個腫瘤，大家諗到啦，由個腸嗰度走得去出邊，去得嗰個淋巴嘅地方咧，咁其實佢都開始好似蠢蠢欲動，開始有啲唔聽話啦。咁你定係做手術，其實係切咗肉眼睇到嘅嘢啦。咁會唔會話個身體入邊仲有啲好微細嘅癌細胞喺身體潛伏住？假如時日佢會走翻出嚟咧，咁期數越高咧，呢個機會就越大。咁我哋通常以第三期為之一個界線。咁去到第三期，我哋建議佢哋做化療啦。咁化療嗰度咧，我就未必會講得好複雜啦。咁一般嚟講咧，我哋化療都建議有半年嘅。通常咧就係混合嘅治療，混合嘅治療意思咧就唔單止用一種藥嘅，咁我哋傳統有啲叫5FU 嘅藥啦，咁可以打針嘅，咁新式啲咧，其實呢個5FU 改良咗之後咧，其實食藥都得嘅，
即係呢個 Matthew 以前就打針經血管流雲全身啦，咁希望可以攻擊到啲癌細胞。咁而家科技進步咗啦，大家都見親醫生都係話唔打針得唔得啊咁樣。咁有啲新科技咧，咁啊將呢啲打針嘅針藥咧變成一啲藥丸，咁可以口服，咁達到同樣甚至更好嘅抗癌效果嘅。咁除咗呢個 Matthew 之外咧，我哋好多時啱啱入飛機經過。咁好多時咧，我哋近來好似都睇到啲娛樂新聞啊，或者有啲名人話好似生個癌症咁啊，身體又要打化療，咁化療之後咧會有啲白金積聚喎。咁其實我就唔係好知嗰位病人，因為啲病人私隱啊，到底咩病嘅。咁但係講起白金咧，咁我就諗起其實腸癌去到第三期，我哋混合治療用藥咧，除咗嗰個 Matthew 之外咧，一般就會加入一啲白金類嘅藥物，我哋叫草酸柏。草酸柏英文叫 oxaliplatin， 咁係一個非常之強嘅藥嚟嘅，即係喺一個 Matthew 嘅基礎之下，我哋再加埋一個草酸柏咧，一般可以將個治療效果再提升啲，再減低病人復發嘅機會。咁同嗰個我爸爸嗰個同事就講咗啦，大方向係咁啦，因為切咗手術，知道第幾期咁嗰、那個標準方法就咁做啦。咁啊，預示者就過咗三四個月，因為佢都開始緊化療啦。咁啊，有一日就打嚟話：，阿Ka-on啊，佢哋都興嗌我Ka-on嘅。咁啊，開始好似唔好舒服喎、哦。嗰個啲血球啊，有時又唔合格咁樣，啲化療咧成日都打唔到針啊。有時隻手會有少少痹啊，開始有啲甩頭髮啊，作嘔作悶咁噃。咁個情況就唔係好嚴重嘅，咁但係我帶出一個即係一個教育性嘅問題啦。其實呢啲咁嘅病徵咧都常見嘅，都常見嘅。咁但係整體咧通常都唔係好嚴重，咁同埋我哋有方法可以幫到手，令病人舒服啲，減低啲副作用。依、這個係對於你哋嚟講係重要，因為好多嚟見我哋嘅病人咧，好多時做完手術咧就覺得都一了百了啦，唔使再接受其他治療啦，應該好安全啦。咁頭先講過，實際上就未必係啦。咁佢哋嚟到咧，通常聽完意見咧，有時就唔係好想再接受其他治療，因為聽其他人講即係以我傳我。就會覺得啊，化療好辛苦啦，仲係粵語長片嗰啲，打完化療出唔到醫院啊，留喺醫院會咳血啊，嘔到好辛苦，咁已經唔係嗰個時代嘅。咁我哋今時今日嘅化療，就算用到混合藥物咧，一啲比較強嘅劑量咧，咁大部分病人喺化療嗰段期間咧，都可以過到正常生活，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咁最緊要當然都係身邊屋企。身邊家人啊、朋友嘅鼓勵，去幫佢哋行過呢條路啦。咁整體嚟講咧，就算去到第三期咧，我哋根治個腫瘤嘅機會咧，都有差唔多六七成嘅把握嘅，即係大過一半嘅病人咧，我哋可以根治咗佢個病。咁癌症咧，即係再唔係以前諗得咁絕望啊、咁嚴重嘅絕症啦。咁可能心水清啲嘅觀眾都會話：啊，醫生好似你淨係講啲好嘢喎、哦。咁啊，呢個病人咁好彩，又切清曬個腫瘤，咁又順利打曬所有化療，啲副作用又唔係好辛苦。咁第四期嘅病人又點樣搞啊？咁第四期我哋頭先講過啦，就是、一啲比較後期啲嘅癌症。咁後期嘅意思咧，就係話呢個腫瘤由個腸度咧已經去咗其他嘅器官啦。咁換句話講咧，大家都知道手術刀咧點都有個限度㗎，總不能夠將身體所有組織切曬出嚟。咁佢只能夠切到啲比較輕易切到啊，或者切完之後個副作用比較細啲嘅手術，佢哋可以做到咯。咁去到手術刀掂唔到嘅地方咧，就要靠我哋頭先講，譬如話化療去幫手啦。咁今時今日咧，我哋有時見到啲癌症病人咧入到嚟，知道自己第四期咧，咁就第一個問題你知唔知佢哋會諗乜？第一個問題，佢哋通常會問乜咧？仲有幾年命？仲有幾年命？係啦，仲有冇其他問題？呢個問題好常見嘅，好難答，好難答。有冇得救？有冇得救？係咪擴散咗？係啦。咁多謝你哋嘅反應。咁我諗第一個問題易答啲，係咪擴散咗？因為佢哋嚟得我哋度咧，啲報告證據確鑿咧，通常
去問呢個問題咧，其實就可能未必話完全接受到自己個病，因為好多時啲人患一個擴散性癌咧，都係第一次人生第一次遇見癌啊，或者接觸到癌症，未必可以即刻接受到呢個現實。咁我哋通常都俾翻啲時間，細心分析翻嗰個檢查報告啦，同佢講翻，等佢要自己明白咗係咪癌症先。係癌症嘅話，係咪走散？走散去咗邊度？咁第二個問題咧，佢哋好多時會問啊，仲有第一咧就有冇得醫？有冇得醫？咁通常問得呢個問題嘅病人咧，就一半一半嘅。咁啊，有啲咧就都係充滿信心嘅，即係知道嚟到揾我哋咧應該幫到手。有啲咧問得呢個問題咧，其實有少少嘲諷嘅成分。大家都知道轉移咗癌症咧比較辛苦啲啦，未必醫得好啊咁樣。咁我通常咧就冇得講大話嘅醫生。咁但係最重要嘅信息咧，我會同佢哋講有得醫，但係好老實講，未必可以醫好。咁但係今時今日咧，隨住啲科技啊、醫藥進步咧，其實控制個病啊，等佢哋過到正常生活好長嘅時間咧，其實我哋都好有信心啦。咁但係醫好咧就難講啲啦。咁有時會用翻其他比喻，好似我哋常見啲嘅糖尿病啊、高血壓啊，可能好幾十年前其實都係一啲絕症嚟嘅，即係啲人會有好多併發症啊。都會有生命嘅危險，咁但係今時今日咧，其實我哋話與病同行，咁好多糖尿病、血壓高嘅病人，其實而家都過緊正常生活啦。咁我哋下一個目標咧，其實大家都可以與癌同行啦。咁就算有癌，希望用藥可以幫手一路維持住佢哋嘅生活質素啦，減低佢個病徵。咁第三個問題咧，咁就難答啲嘅，仲有幾耐命咧？仲有幾耐命？咁我通常都話啊，醫生都冇一個水晶球，我哋又唔識睇長相，又唔識算命。咁我哋嘅數據咧，通常都係一啲其他人嘅數據嚟嘅，即係因為可能係前人有1000個病人，咁有依個病啦，咁接受咗咩治療可以活到幾耐咧？咁係嗰一位病人身上咧，其實未必話絕對啱用，因為個個人唔同。咁我通常都會講翻俾佢聽咧。咁中位數咧，大概其實斷年計。咁我通常同佢哋講咧，即係嗰個尺度問題咧。有啲人會個身體比較差啲，佢嚟揾你咧，你會同佢講佢個尺咧，當日子嘅尺咧，可能係斷日計啊，斷星期計啊。咁但係絕大部分嘅轉移癌，甚至係第四期腸癌嘅病友嚟到咧，我哋通大部分咧可以斷月計，甚至斷年計添。咁就唔係話佢一定係一年後、兩年後會即刻有生命危險，咁只不過用依把尺咧，我哋可以俾佢同埋俾屋企人知道，大概係斷日計、斷星期計、斷月計、斷年計之後，佢自己會感覺到身體會有唔同。係，我哋唔係話佢邊日就唔得啦，邊日就會走啦，或者邊日有啲咩大病，咁但係我哋俾佢知道喺邊段時間之後，佢身體會有一個明顯嘅轉變。咁實際上有幾多時間咧？好多時候要開始咗治療都先知道，因為你個治療有啲人好好反應嘅，咁大家都明白，當然壽命會長啲啊，身體會好啲啦。有啲一開始個治療咧反應都比較差嘅，咁大家當然冇咁樂觀啦。咁所以呢三個問題咧，通常就係我哋同病人講嘅嘢。咁整體嚟講咧，仲有第四個問題嘅，佢話無論咩病人轉移癌啦。甚至冇轉移嘅癌咧，乜嘢癌都好啦，佢哋都會問啊，有冇標靶藥咧？有冇標靶藥咧？咁大家知唔知腸癌有冇標靶藥嘅？有啊，有啲人岌頭。咁啊，腸癌就幸福啲，有啲新藥，我哋嘅標靶藥，即係生物製劑。何謂標靶藥咧？就係我哋而家個科技進步咗啦，個藥物咧再唔係以前嘅化療咁攻擊曬全身嘅細胞，咁順帶就攻擊埋嗰啲癌細胞啦。咁而家我哋隨住科技進步，對癌症嘅認識多咗咧，知道癌症本身嗰個機制，咁可能佢有某一啲過程咧，其實我哋可以用藥去控制佢某一個標靶，即係好似撳咗個掣。個腫瘤唔識生啦，或者會停低，或者會縮小咁樣。咁依啲我哋就係嗰個生物製劑嘅概念咯。咁傳統化療以上咧，
喺腸癌咧，就起碼有兩種標靶藥咧，我哋而家係覺得比較有用啲。第一種咧，就係一啲抗表皮生長因素因子受體嘅生物製劑。咁依啲咧，其實都因為表皮生長因素咧，係令到癌症會走散啊，會生長嘅一個重要機制。咁我哋有一啲單株嘅抗體，簡單嚟講就抗體咧，可以遮住咗依啲受體。咁等到嗰個腫瘤依個掣咧就唔會再開，希望佢停低落嚟。咁另一種咧就係一啲抗血管生長因素嘅製劑，咁我哋叫貝弗丹珠。咁呢啲就係成日我哋電視會聽到話啊，點樣餓死細胞啊，點樣攻擊個細胞，等佢啲血管唔識生。咁就係有呢啲咁嘅標靶藥咯。咁一般嚟講咧，我諗都差唔多時間結尾啦。其實以癌症嘅治療嚟講，以前早二三十年前，冇一個有效嘅化療藥咧，我哋講緊大部分第四期嘅癌症病人咧，即係等大家有個概念啦，講緊係大概半年嘅壽命，即係換句話講，你知道有病，見完醫生咧，可能半年後咧，絕大部分人半年內咧，身體會有問題，甚至個生命會有危險。咁到加入咗一啲5FU 嘅用藥咧，即係我哋頭先講嘅啲5FU 嘅用藥。咁嗰個生命咧就延長咗啦，咁差唔多去到九至十個月。咁今時今日咧，再有啲新啲嘅化療，頭先講過類似草酸鈣嗰啲藥咧，再加埋去 MFU 度咧，咁差唔多令到病人嘅壽命咧，去到差唔多十八個月，即係等大家好記啲啦，六個月咁加上去。咁而家我哋話加埋生物製劑咧，咁病人嘅中位數壽命咧，一般差唔多去到2年。咁好多癌症病人同我哋講嘅，醫生我哋都絕望㗎啦，冇嘢幫到手。咁我哋成日都俾翻個希望佢哋，就用依啲數據俾佢哋睇。我哋由半年冇藥去幫手，去到一年多一隻藥，一年半用幾隻藥，兩年加入一啲生物製劑，其實係好大嘅進步咯。咁依啲其實係病人嘅希望。咁呢樣嘢咧就唔係話今日你見完我個科技會停落嚟，其實科技一路進步緊。咁只要病人一直有希望啦，即係唔好放棄啦，咁我哋都會盡方法去幫到佢手。咁我哋亦都相信科技咧，其實不停進步，每日都有新藥咧去醫治。咁但係好多時呢啲新藥咧，坦白講，當然唔係話一倍一倍咁樣去加長病人壽命。咁但係一點一滴累積咧，其實大部分病人咧都會受到幫助嘅。咁我諗關於腸癌咧，即係嚟個總結。咁我哋知道腸癌嘅數據啦，腸癌嘅病徵啦，腸癌嘅治療啦，腸癌嘅檢查啦，咁同埋各個期數唔同嘅我哋處理方法咧，希望大家今日聽完之後都對腸癌多咗少少認識。咁嚟緊我哋係咪可能都有少少問答時間咧？咁好多謝阿林醫生嘅分享，咁我哋而家都可以有問答嘅時間，咁有冇邊位係想問阿醫生問題？我想問咧嗰個點稱呼啊？我姓蔡，我想問咧，似近近咧對診斷嗰個腸癌嗰個有冇作用？磁力共振咧，頭先就冇特別提到，因為喺腸癌度咧，因為今日主力咧就係講大腸癌啦。咁如果深水清嘅朋友都知道，我哋講個大腸就呢一橛啦，升結腸、橫結腸、降結腸去到月狀結腸。咁其實仲有一段腸咧，仲有一段腸我哋冇講嘅，嗰段就係叫直腸啦。咁磁力共振咧，一般就喺直腸癌嗰啲病友度咧，診斷咧係會有用好多嘅。因為直腸咧就比較固定啲，佢喺你照磁力共振嘅時間，因為照磁力共振要好耐時間嘅，如果大家都照過都知道。咁一般咧，我哋照一啲唔會喐嘅器官，因為你照咁耐，好似影相咁個快門，你校到好耐嘅話，如果啲嘢喐咧，乜都蒙噶嘛。咁磁力共振就有依個唔好處。咁所以喺直腸癌度咧，佢好處多啲。在大腸度咧，因為大腸其實不停都喐嘅，我哋叫蠕動，咁變咗你睇起上嚟咧就冇咁清楚，個診斷就唔係好好咯。咁當然有啲病友可能會有其他地方身體有轉移嘅，
譬如話喺肝臟啊，甚至話喺背脊骨、大神經線附近嗰啲咧，磁力共振都可以幫到手。啊，教授，你反唔反對即係用呢、這個中西醫結合呢個治療呢個即係癌症咧？頭先我哋講過有四個問題啊，大家啲病友成日會問嘅，咁依個係第五個問題，最常見嘅。咁我哋通常講咧，嗱，好坦白講嘅，我嘅知識都有限，係啦，喺西藥度咧，可能我會話都可以認下叻啦，知道啲化療啊、電療嗰啲各樣嘢。咁但係中藥咧，我就唔係好識。咁實際上咧，如果好客觀睇咧，喺國際嘅文獻上邊咧，去用到中藥或者唔一定中藥啦，可以草藥各樣嘢咧，嗰、那個證據咧一般就比較少啲。少嘅意思咧就係佢哋通常都唔係大型研究嚟嘅，可能係一般一兩個個案啊，或者幾十個個案去結集。咁當中有啲人係好反應嘅，咁但係以一個數據學角度嚟講，或者統計學角度嚟講咧，嗰、那個資料嘅可信性就會低啲咯。咁而我哋大家都知道，如果係接受緊治療嘅時候，化療又好，電療又好啦，甚至手術都好，都會有一定嘅副作用。咁如果加入一啲中藥，中藥咧好多時候大家都唔知係乜嘅，咁可能係個名叫咩補身丸又好，嗰啲叫咩草又好，咁你食緊你都唔知係乜。咁甚至俾藥你嗰個人咧，佢都未必知道真正嗰個副作用係點，咁就會為你嗰個治療咧加上啲未知之數，甚至危險性添。咁我簡單嚟講咧，我就唔反對中藥嘅，不過我就建議，如果大家想食中藥咧，會喺我哋西醫嘅藥物啊，甚至手術完全康復之後先開始服用啦。咁實際亦都要揾一個信得過啦，因為個個都話自己好犀利噶嘛，中醫師咁有啲好好嘅，我相信有啲好好。咁但係始終你好難揀，冇一個標準去俾你揀，冇一把尺去俾你講，咁所以背後嘅風險你就要承擔翻。係阿醫生，我想問你咧，而家長者咧好要便秘好多時都有。咁如果有咩辦法咧，可以令到啲長者咧就冇咁易便秘，即係可以排出嚟咧？依個咧就比較唔關癌症事啦，因為長者咧好多時食嘢嘅食物又好啊，或者去活動啊、運動都會少啲嘅，咁變咗大腸蠕動咧亦都會慢啲。咁加上長者隨住年紀咧，嗰啲器官功能有時真係會慢咗少少嘅，咁變咗便秘嘅情況會多啲。咁我諗最簡單，你其實聽好多朋友講或者好多醫生朋友講咧，都係話做翻運動啦，飲多啲水啦，食多啲蔬菜水果，咁其實幫到腸嘅蠕動咯。咁當然你話嗰個便秘咧，個情況加劇，甚至話有頭先講過嘅相關病徵，譬如話腹痛啊、有腫塊啊，甚至出血嘅情況咧，咁我建議就早啲去睇一睇醫生，因為長者咧，因為大部分癌症咧都係生喺年紀比較大嘅病人身上，咁所以都唔可以忽視嘅，就算簡單到便秘咁。有啲講話嗰個大便習慣改變咧，都是一個症狀嚟嘅，咁但係呢個又可能大便習慣改變又同食療啊或者生活上，譬如可能嗰排食錯嘢，咁點樣分辨咧？咁病徵係一樣嘢啦，咁但係頭先我哋講過啦，咁嗰個病徵嘅時間性都好重要，咁同埋病徵嘅原因啦。咁病徵改變大便習慣，其實係一啲好籠統嘅講法啦。咁我哋要睇埋有冇特別嘅原因，譬如你話節食緊嘅，你話特別食緊啲瀉藥，想自己屙得好啲嘅，有明顯原因嘅，咁大家都知道冇人擔心啦。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個時間性，因為好多時候你講得啱嘅，即係大便習慣同你食嘢息息相關啊，或者身體情況啊息息相關。咁但係如果你話好一段時間，一般我哋講即係嗰個病徵持續兩至三個月以上咧，其實又冇明顯嘅原因嘅話咧，我建議都係早啲去睇醫生去驗清楚。咁又翻頭先嗰個問題啦，其實成日睇廣告都知啦，其實50歲以上咧，最好都係做一個大腸鏡篩選，咁其實就幾有效率嘅呢個檢查。咁我哋而家答埋最後一條問題。
啊，教授想聽到講話，想確診係咪癌病或者個結腸癌咧？係咪去到第三期抽取組織嚟化驗先可以確診到咧？其實好多時咧，因為大腸咧都喺肚入啲嘅地方嘅，咁我哋通常去第一步檢查咧就做大腸鏡啊。咁大腸鏡咧個好處就係攞到啲組織，但係佢一般咧淨係攞到腸入邊嘅組織嘅。咁而我哋講點樣去區分一個病人係第三期咧，就講緊有冇淋巴影響，而依啲淋巴咧一般就喺腸嘅出邊，一般嚟講就遠離個腸嘅內壁咧會遠少少，就咁用內窺鏡係唔會喺嗰個淋巴度攞到組織出嚟。咁變相咧，我哋知道佢有淋巴影響咧，都係一啲影像，即係影咗幅相啊，見到嗰啲淋巴脹大咗。而喺嗰個淋巴本身咧，我哋一日未做手術咧，一般嚟講都唔知嗰個脹大咗嘅淋巴係真係有腫瘤啊，定係一啲炎症影響或者一啲正常情況佢脹大咗。咁所以要確診第三期咧，一定要係開咗刀。切咗出嚟喺顯微鏡下睇清楚每一粒淋巴，咁先至可以確診到。好，咁多謝大家。多謝劉醫生。係，咁今日大家聽完劉醫生分享之後咧，都對大腸有更加深嘅認識。咁我哋而家有請我哋香港大學生會醫學會健康展覽2012籌備委員會主席李柏勞先生致送紀念品。再一次多謝劉醫生。我在未曾確診有病的時間呢，就其實沒有什麼理會自己的身體狀況的，雖然間中都會生病的，但是生病都不會即時去看醫生那種，在坊間那裡買一些普通的藥物就自己搞定，搞不定才會去找醫生，一直都沒有特別去處理自己的身體狀況，只是呢顧著是去上班啊，去增值自己啊，希望往上爬咁啦嚇。但是呢有一段時間就是改變了，改變了什麼呢，就是回咗去國內嗰度做嘢。咁嗰陣時咧就自己以為好了喎，因為點解？因為平時我的大便習慣咧就是一個禮拜可能去唔到一次嘅。咁轉咗去內地做嘢之後咧，竟然一個禮拜可以去兩次、三次。咁後來咧，逐漸咧整整下咧，仲一日兩次、三次，再繼續落嚟咧，不得了啦，一日十幾次。咁嗰陣時咧就發覺唔係老喎，唔係好咗喎，有問題喎咁。咁但係嗰陣時嘅心態咧就有啲諱疾忌醫，因為我屋企嗰度咧接二連三咧，我媽媽同我姐姐都確診咗有腸癌。咁但係佢哋嗰個情況同我又有啲唔同嘅喎，咁嗰陣時個心態就係冇咁巧啩，第三個咁快嘴唔會，可能我係食錯嘢嘅啫咁樣，啊咁都冇去理佢，咁但係咧最後真係頂唔順啦，屙到即係差唔多做唔到嘢，咁先至去求診咯。咁其實頭先鄭小姐講嘅都講咗好多，我哋而家一般市民都係咁樣，就係平時又唔係好注重自己嘅生活習慣，又覺得其實好多大病都唔會遇準自己喎。跟住如果真係有啲少少症狀嘅時候咧，又會有呢個諱疾忌醫嘅情況。係咁，但係好彩你都去咗睇醫生係咪啊？跟住睇完醫生之後，醫生點同你講咧？睇醫生嗰陣時咧，就因為我除咗係有呢個大便習慣改變嘅症狀之外咧，所有癌症嘅問題都沒有在我身上發生，譬如好像說瘦，因為我屙了成年都沒有瘦過，都是好像現在那種面色都是這麼大隻，那醫生說又好像不是很像，跟著呢有沒有其他那些問題，又沒有那些肚痛啊，什麼都沒有，甚至醫生和我按都按不到，都按不到有東西，那可能是腸胃炎而已，不過呢你屋企有咁嘅個案咧，咁不妨都同你照一下啦，咁樣，咁就喺嗰度等咗都有成十個月之後，先至排到隊去照，因為係公立醫院嗰度。咁啊，十個月之後去照咧，一照咧就照到一個好大嘅腫瘤喺月結腸嗰度啦。咁即時咧就安排去再照 CT 啦，睇下有冇擴散到啦。咁然之後咧就再做手術。咁做完手術之後咧，確診咗，驗咗出嚟啦。咁出嚟嘅時間咧，已經係去到第四期。咁但係咧都好彩喎，因為我嗰陣時係2006年啊，啱啱咧就公布咗有標靶呢樣嘢。咁我又咁好彩，
可以享受到舊藥、新藥同埋標靶一齊去對付嗰、那個嗰、那個癌症咁樣。咁 touch wood 到而家都安全無恙啦。你講到你俾人確診咗第四期，咁其實啱啱確診嘅時候咧，你嘅心情點啊？有冇問到頭先阿劉醫生提到嗰四種成日問到嘅問題？都有嘅，都有嘅。咁但係咧，最大一樣咧就係話，啊，原來真係咁好彩喎！因為連續屋企裏邊一個兩個，第三個輪到我，點解會咁好彩嘅咧？咁樣。咁同時咧喺我家人嘅身上咧，因為佢哋嗰陣時一確診咧就好擔心，嗱嗱聲咧就去揾私家醫生去幫手，咁使咗好多錢嘅。咁我嗰陣時咧就覺得喂第三個咯喎，唔好再使咁多錢啦，睇下公立醫院點樣去安排啦咁。咁就交俾公立醫院全部手術治療都喺公立醫院嗰度。咁真係嗰個使費冇咁大。我可以 support 得到，咁同埋咧，仲有可以俾到我好長遠嘅照顧，好似而家咁咧，一直都有覆診啦，同埋咧有跟進，咁每一年咧都會同我照一次腸鏡，咁去確定裏邊有冇問題。如果一發現有唔妥咧，就會同我搞掂曬。咁仲有一樣嘢咧，更加好嘅咧就係、我認識咗癌症基金會。咁喺裏邊咧，有一啲嘅個案跟進，咁佢連我屋企都其他嘅人咧都做埋曬腸鏡。咁喺呢個情況裏邊咧，又好感恩喎，因為咧原來我屋企裏邊咧差唔多著咗一半嘅人啊嘅成員咧都有呢個息肉，而大部分嘅息肉咧都有機會係轉變成癌嘅。咁喺嗰段時間裏邊咧，佢哋全部都幫佢清除曬。咁起碼唔會再有人犯呢個癌症嗰個問題，因為其實咧喺癌症嘅治療嗰方面咧，雖然而家日新月異好多醫療去幫手，但係咧嗰個過程咧真係不足為外人道嘅啊！咁但係咧都唔使驚喎，因為唔係淨係一個係咁樣走嘅，個個都係咁樣走，而嗰個走嗰條路裏邊係不停咁樣有人喺度幫我哋嘅。只要你肯行出第一步就得㗎啦。咁你講到你屋企人咁多人都係有啲息肉嘅問題，咁你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你哋屋企人點樣互相去支持翻對方？會唔會即係見到大家都有，其實會唔會可能心情係有少少低落嘅？會嘅。最初嘅時間，尤其是咧屋企嗰啲男士們咧，好似頭先阿醫生講咧，唔係好順嘅，又唔肯去做嘅。我都好健康，我又唔食煙，又唔飲酒，又乜又物。不會是我的，即係好像我嗰陣時咁諗啦，點會入到我啊咁？咁但係其實我其他嘅屋企家庭成員都是冇壞習慣嘅，飲食都是很好。咁於是咧，醫院嗰度咧同我哋跟進了一個 DNA 的追蹤，咁原來發覺咧係遺傳性的嚇，咁變咗係就算我哋的生活習慣或者係飲食係點樣好法都好咧，都有機會會喺我哋身上會產生呢個癌腸癌的出現。咁我哋屋企嘅家人咧，女士嗰方面咧，好好嘅，我啲姊妹咧，知道有呢個情況，真係好自主咁樣就去做檢查啦。咁但係咧，啲哥哥嗰啲啊，就比較係麻煩啲。咁最後咧，咁我就唯有出馬啦，同佢哋以我自己嗰、那個情況去話俾佢聽，嗱，唔係咁簡單嘅，如果你真係變成了癌之後咧，那個治療對你的身心都會影響很大，亦都會影響了你嗰個生活情況，有很多的問題亦都會跟住陸續咁樣嚟嘅。咁我就係一個最好的人揀啦，咁你想唔想好似我要走咁辛苦的路啊？定是係淨係照一次有嘢切咗佢就算啦咁？咁經過很多的同佢哋嘅相處啊、鼓勵啊。俾佢哋去知道，去做係對佢哋係好嘅。咁於是咧，最後全部都去做曬，咁咯。咁佢好彩多得有你啊，係提醒翻佢哋啊。其實應該大家都有咁嘅鼓勵，就算而家今日喺呢度嘅朋友，都希望你哋可以去做一做呢個腸鏡嘅檢查。因為咧未必一定有事，喺冇事嘅時間做好曬。一勞永逸，好過有事發生嗰時先至去處理，因為到有事發生嘅時間咧，真係唔係咁好玩嘅。咧聽你講到話，其實治療嘅時候身心都受到好大影響啦。你會唔會可以以第一身嘅身份去講一講，其實嗰啲治療係有啲咩影響啊，係點嘅？
嗱，最初嘅時間咧，就梗係俾啲電影嗰啲影響到啦，話嗰啲樣變曬樣啊，甩曬頭髮啦，又諸如此類啊，又扭到阿媽都唔認得啊咁啊嚇。咁但係其實呢啲咧都係好表面嘅。但係喺我哋腸癌嗰科嚟講咧，我暫時接觸咗幾年咧，因為 我自己好翻之後咧，我都喺醫院嗰度做義工，咁接觸同路人嘅時間比較多。咁我哋嗰科咧甩頭髮嘅機會咧比較少嘅，就算甩咧都係稀疏咗嘅啫。我今日啲頭髮都唔太差嗬，都係真嘅啊。咁同埋咧，就算係甩頭髮唔緊要嘅，治療之後咧好快就會生翻曬出嚟嘅，一啲都唔會有影響。反而咧身體裏邊嘅結構可能會有影響都唔定啊。譬如有啲咩咧，因為咧我哋做化療嘅時間或者電療嘅時間咧會將我哋啲好嘅細胞都會殺死埋，或者電嘅時間都會同側根嗰啲相關嘅地方都會電親。咁好多時咧，嗱我哋腸咧好多時如果電過或者咩咧，會失禁啦。或者嗰啲活躍嘅細胞，好似我哋眼睛啊、口腔嗰啲細胞咧，比較活躍嘅，又會殺死咗啦。咁好似我自己咁咧，直到而家今時今日咧，喺六年啦，都會口乾嘅。好似我咧同大家傾咗一陣間咧，咁已經口乾，因為嗰個口水分泌差咗，唾液分泌差咗。咁好多時咧，亦都會容易受感染，因為嗰個抵抗力差咗。因為我到今時今日咧，個紅血球同白血球咧都係比較低嘅嚇。咁呢啲都係對自己嘅身體嘅影響啦。咁仲有眼睛咧，眼睛都係有活躍細胞，有陣時都會受到影響，就係眼乾。咁呢啲都係一啲間中嘅問題啦。咁仲有陣時用到啲藥，譬如好似草酸柏咁，我自己用草酸柏嘅。咁嗰啲手腳麻痹嘅情況咧，都係會發生嘅。咁但係唔使驚，因為咧有呢啲咁嘅情況咧，你主要話俾醫生聽，佢都會有辦法幫我哋去舒緩同埋去減輕佢嘅。咁但係咧好多朋友咧都有陣時少咗啲耐心啊，因為我哋每一次翻去醫院嗰度做復診咧，都可能要花咗成日嘅時間。咁有啲朋友咧見到一次冇乜嘢，兩次都唔係有事，三次都冇嘢喎，仲使乜復診啦？唔使啦咁樣，唔去，咁你就冇得搞啦。因為有陣時有啲問題咧，係我哋都預料唔到嘅，幾時會發生？但係再發生嘅時間咧，又唔知去問邊個。咁好多時咧，我哋會睇咗好多坊間嘅書籍啊，或者睇咗一啲上網嘅資料啊，各樣嘢咧，會搞到自己好亂嘅，都唔知啲藥係究竟係食咗藥物嘅影響啊，定是化療嘅影響啊，定是係復發咧咁樣。好多朋友咧都喺度胡亂咁測度，又胡亂咁去食嘢，又胡亂咁去嘥錢啊咁咯。咁所以咧喺嗰個復診同埋見醫生呢度咧，我哋係不妨係花啲時間。好攞啲水過嚟有你啲咁嘅病人其實都好好，因為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啲病人都係唔係好聽醫生話咁樣啦，跟住就會即係唔會翻覆診咁樣，跟住有時候因為可能互聯網啊，成日坊間好多唔同嘅傳言嘅講到，令到大家有啲唔清楚嘅觀念。咁其實呢個都係我哋今次健康指南嘅目的啦，就希望可以俾大家有啲正確嘅知識。咁你係咪一路去覆診之後嗰啲可能化療啊嗰啲帶嚟嘅副作用係慢慢減少咗啲嘅係咪？係會嘅，會逐漸會減輕嘅，唔使擔心嘅。反而咧亂咁去食嘢咧，可能未必會幫助得到，因為根本上嗰啲副作用嗰啲咧係會日漸咁樣減退嘅。同埋咧有陣時咧係都要需要有啲藥物嘅幫助，咁我哋唔好亂咁去食藥咯。都係要醫生俾我哋咁去幫助。譬如好似我哋嗰個口腔有問題啊咁咧，我哋成日都以為自己熱氣啊或者生痱滋，但其實原來唔係嘅，係嗰啲化療藥嘅後遺症。咁我哋會將呢個情況咧會話俾醫生聽，咁醫生睇到唔係啊，唔好亂咁搞嘢，唔好理斯特林喎咁樣，講咁係，因為即係會搞錯咗，咁佢會俾一啲特別我哋需要嘅藥水俾我哋去攬下喎。咁大家聽完之後，記得要真係聽醫生嘅説話去做咯。咁我想問一下，頭先你係提到話係癌症基金會係幫咗你哋好多啊，會唔會可以講一講佢係點樣去支持你哋？或者除咗佢哋之外，有冇啲咩嘅機構啊，或者其他朋友係點樣去喺你哋即係啱啱有癌症嘅時候，咁去支持你哋度過？呢度
幫助我哋好大嘅癌症基金會嗰度咧，佢有有中心，中心設喺中環、黃大仙同埋係天水圍，有三個不同嘅中心。咁嗰度咧有好多嘅工作人員啦，有社康姑娘啦，有不同嘅自助組織。咁其中咧腸癌嘅自助組織咧就有兩個嘅，一個咧就腸康之友，一個咧叫做做口人協會。咁腸康之友咧就好似我一樣，淨係大腸做咗手術，唔需要掛袋嘅，嗰、那個就腸康之友。咁另外一個咧做口人協會咧就係、是、要掛袋。點叫掛袋呢？就係、是可能直腸做咗手術，咁需要用一個人造嘅肛門去排泄，咁嗰啲掛袋叫做口啦。咁就係有兩個會咧，係專係過腸癌嘅朋友嘅。咁喺裏邊咧，全部所有嘅工作人員、會員，全部都係過來人嚟嘅，都係走過同一條路，都係做過一樣咁上下嘅治療。有啲朋友咧已經係十幾廿年啦，都依然健在。咁有啲係新症嘅朋友，咁我哋尤其是新症嘅朋友咧，去到咧。咁舊嘅朋友咧，俾到我哋好好嘅榜樣，俾到我哋好大嘅支持鼓勵。咁啊，未必一定話到第幾期，或者係去到邊個階段就一定有啲咩唔得啊？點樣點樣？其實唔係嘅，冇一定嘅定數。只要大家努力去面對嚇，咁同埋咧，即跟嘅同路人咧會俾到好多嘅資訊我哋嚇，佢哋喺嗰陣時遇過啲咩困難，做過啲乜嘢。咁同埋咧，大家互相去鼓勵啦，大家去支持啦。咁喺嗰度咧，我哋識到好多個朋友啦，咁有啲咩好嘢咧，就帶翻嚟一齊分享。咁有啲乜嘢唔好嘅喎？遇到有啲咩唔好啊？聽咗出邊嗰啲嘢，又試過唔好啊，唔得嘅，翻嚟又都會一齊分享。咁會大家去做一個交流。咁喺呢度咧，可以大家互相幫助。咁其實如果啱啱有病嘅時候，其實真係好緊張。咁但係如果見到係有啲即係同樣有同一個病，但係跟住做咗某啲嘢之後就越嚟越好嘅時候，其實係感覺係即係會開心翻好多噶嘛。係啊，冇錯，呢個係帶俾大家一個鼓勵嚟嘅嚇。見到嗰個朋友佢嘅治療最初嘅時間係點樣辛苦，點樣艱難，到走上直路啦。跟住恢復翻啦，再跟住翻嚟會嗰度咧幫手做嘢啊，去照顧翻其他嘅新朋友咧，嗰、那個鼓舞係非常之大嘅。呢個會咧其實係定期聚會啊，定係有時會係譬如搞啲活動出去玩嗰啲嘅？兩輪都有嚇，定期聚會咧就兩個月一次嚇，咁出去玩咧就會季節性啦嚇，咁譬如出去旅行啊，或者去參觀啊，或者參加一啲活動啊咁啦。咁仲有一個會咧，就係、是、所有癌症病人咧都可以參加得嘅嗰個叫創聯會啦。咁創聯會裏邊咧，仲會搞咗好多興趣班啊咁樣咁俾我哋參加。咁所以其實咧喺癌症基金會裏邊嘅核下咧，好多嘅自助機構咧都有好多嘅活動去幫助我哋。除咗幫助我哋病人之外咧，仲會幫助我哋嘅家人嘅。因為其實咧喺家人裏邊咧，照顧我哋有病，我哋有病當然辛苦啦。甚至咧會有時會絕望啦。咁但係其實跟嘅家人咧，俾到我哋嘅支持係好緊要。咁佢哋咧，我哋話有時間可能佢仲病過我哋都唔緊嘅。係咩病呢？佢嘅精神同心理都要生病，因為佢要照顧我哋嘛，又唔知道我哋點樣。咁喺呢度咧，我自己作為做個病人，又做個照顧人嗰個咧，我自己有好大嘅感觸，就係病人同埋照顧者大家個溝通係好緊要啊，因為佢又諗住要幫你，又唔知道你原來咧做緊治療嘅時間咧有好多嘅改變啊！尤其是一樣嘢咧，我哋發覺照顧者同埋被照顧嗰個最大嘅分歧嘅地方就咧就係飲食啦。因為好多時咧，我哋做緊治療嘅時間咧，嗰個味覺會改變，同埋食嘢未必係食得到嘅，想食都食唔到，或者佢話俾你聽啊，你一間煮啲咩俾我食啦，但係煮到出嚟都係食唔到嘅。咁嗰個做照顧嗰個咧，就會有好多諗啦，好多想法。唔知係我照顧得唔好咧，我又幫佢唔到啊，唔知點算，即係好多嘢諗。咁呢度咧，我覺得大家個溝通係好緊要嘅，要講出嚟，大家知道係咩情況。好似我嗰陣時咁咧，我係打第一針咧就已經食唔到嘢，吞唔到嘢，一個喉嚨爛咗，吞唔到嘢。咁我屋企人咧照顧我嘅時間都係照常煮嘢俾我食嘅，咁但係又食唔到。咁屋企人唔知道發生咩事，有冇搞錯？即係喺度嘀嘀咕咕，我咁辛苦啊，整咗幾個鐘頭都唔食。我
諗起我照顧人的時間，我都會很擔心。於是我直情係話俾你聽，我個喉嚨係吞唔到嘢。咁於是咧，大家知道咗呢個情況之後咧，就諗辦法咯喎，點樣去俾呢個人吞到嘢咧，食到嘢咧？因為如果食唔到嘢咧，冇抵抗力，增加唔到啊，醫唔到，打唔到針喎。咁於是咧諗辦法，煲粥啦，煲湯啦，搞爛啲嘢啊，買個攪拌機翻嚟啊，最後咧乜都搞唔到，搞唔到食唔到都食唔到，點算咧？最後咧有人又幫到啊，上去買 baby food。咁其中一個家庭成員諗到啊，去買 baby food 翻嚟俾佢試下啦。啊，咁呢個問題咪解決咗？咁其實睇到溝通又好重要啦。咁其實因為如果唔知道有咩問題嘅，根本又幫唔到手。咁其實唔單止係可能係病人同埋屋企人之間溝通啦，可能係其實病人同醫生之間都要講得清楚啲，講詳細曬自己嘅生活習慣啊，真正嘅問題咁樣，大家先有幫到手嘅。咁同埋頭先聽你講到我都覺得如果病人嘅時候，啲屋企人啊有朋輩嘅支持都係好重要嘅，係咪？你會唔會可以總結一下譬如你今次即係你患呢個癌症，你會啲咩得著或者有啲咩失去咗啲嘢？得著嘅咧多到不得了，因為原來咧知道側跟身邊嘅人咧係好支持自己嘅，同埋好關心自己嘅。就算咧平時做工作嗰啲同事啊好鬼嬲呢個人嘅，喺背後咧鬧到佢死啊，原來咧佢都係好關心自己嘅。好多朋友啊、親戚啊，各樣咧周圍去揾一啲所謂嘅偏方啊、食療啊，提供好多資料啊咁樣嚟俾我。咁當然咧呢、這個裏邊咧係令到會有啲紛亂嘅，自己會覺得無所適從，樣樣都想試嘅，因為咧到嗰個時期咧就真係乜都想搏下，唔知幾時翻去天父嗰度啊嘛，咁所以咧就好驚嘅，聽到乜都要試嘅。要俾錢都去俾錢，咁但係咧，原來呢啲資訊裏邊咧，所有嘅資訊唔係話唔好，嗰啲人係好嘅，亦都佢哋介紹翻嚟嘅嘢咧，亦都可能係佢自己親身試過啦，或者佢有人試過。咁但係要考慮一樣嘢就係，所有人試過好，未必係對你係有幫助，要考慮翻自己嗰個情況啊，同埋嗰個身體狀況係唔係呢樣嘢。唔好亂咁去試嘢，因為咧我自己試完之後咧，有好多嘢係唔得嘅，唔得之餘咧，仲會影響咗嗰個療程，要停咗唔做得，要恢復翻，然之後先可以做得，咁所以咧就帶嚟咗嗰個效果就更加唔好。咁另外一個得著嘅咧就係、原來咧有一個偏方咧係所有人都用得嘅，又唔使錢。又對自己是真的用得著的，又不會有後遺症。那是什麼呢？ 在那段時間裡面呢我知道一件事，就是原來呢有一個喜樂的心是會對自己好一點的，對治療都會好一點，驗癌指數的時候呢都不會成日上上落落的，就是一定要懷著有喜樂的心，不要想那麼多。因為很多朋友呢我接觸裡面呢有些朋友是很灰暗，他想到死啦！我又醫生又冇叫我做化療啊，二期啊嗰份啊，又冇叫我做化療啊，人人又有藥食喎，又有得打針，我又冇啊，咁係咪即係我要死啦？唔得，即係佢自己好擔心，好擔心啊！咁啊搞到自己咧精神衰弱，又多咗一樣病。咁有啲朋友咧就好似我咁啦，已經第四期啦，第四期即係唔使醫啦，仲搞咁多做咩啊？即係自己俾自己好多嘅壓力。咁又會即係令到自己唔開心，唔開心更加難搞。咁所以我自己嗰個情況，我就覺得原來咧我開心可以唔使食咁多藥，唔使搞咁多嘢都好嘅。咁呢個咧就一定冇後遺症噶啦。咁但係咧人哋又俾唔到你喎，你話開心，人哋叫你開心啲啦，唔使咁擔心嘅，一定冇事。係啊，你好翻啊嘛！嗱，好多時咧，我都聽到有啲新嘅朋友，你冇事啊嘛，你好翻，你咪咁講啦。其實唔係嘅，真係你要有平安嘅心，對你嗰個病情咧係會增加好多嘅。咁呢個咧就係其他嘅朋友俾到我翻嚟嗰個得著。失去嘅係咩咧？其實呢個失去咧可以講係好，又可以講唔好嘅。係好係咩咧？我可以提早退休。唔使翻工啊！唔好嘅咧，就係因為退咗休，冇錢冇收入咯。咁但係咧喺呢個時間裏邊咧，我覺得周圍嘅朋友同路人俾到我嘅支持，
重性過去收入嗰啲錢。聽你又即係提到退休，都仲係講得咁開心，就睇到你係真係有一個非常之喜樂嘅心。但其實咧，我哋成日都聽到啲人講話，保持一個喜樂嘅心係對自己嘅，無論係心理啦，定係自己啲疾病嗰啲，真係會有好處。但其實講就容易做，就真係好難。會唔會可以講下你一啲譬如點樣對事物嘅睇法，或者可能詳細啲舉個例講一講，你點樣可以睇到你嘅喜樂嘅心去幫手？嗱，呢個咧就係喺癌協一個聚會裏邊，有一位醫生講嘅故事。他講了這個故事之後呢，令我得益不少，我在這裡跟大家分享。那個故事就是這樣的，大致上就是有兩個朋友有一次一起約埋去旅行，他們在旅途之中呢就遇到一個人，那個人就跟他說，你兩個小心一點，因為呢你沒有幾多日子了，你玩完今次回去之後呢就會死了。哇！那兩個人聽了之後呢，嚇到鼻哥窿都沒肉了，玩完之後回就會死了，是吧？那其中一個就問了，那究竟是多久呢？我可以玩多久呢？那那個人就說，我給兩年時間你呢，你兩年你們去玩，玩完呢回來我就來找你了，這樣。那於是呢，這兩個朋友呢作出了 不同的反應。一個朋友呢就邊度都唔去啦，翻咗屋企等死，數住日子兩年。另一個朋友咧，繼續去佢嘅旅程，繼續去玩，呼朋結友，好開心。橫掂都係得兩年啦，係嘛？咁啊，玩啦，有得玩就玩，有得食就食啦。跟住咧，未到兩年，佢呢個朋友未玩完翻屋企，已經接到另外一個朋友嘅死訊啦，已經死咗啦。咁到佢咧翻到屋企咧，佢都係若無其事，繼續佢嘅生活，繼續去吃喝玩樂，繼續去佢一直以來點做法就點做法，佢都冇將呢件事放喺心上邊。跟住咧過咗幾十年，有一日佢又再見到嗰個人啦。咁嗰人咁話：，你咪我哋上次見到嗰、那個，點解你咁耐先嚟揾我啊？你話兩年就嚟嘅咯。佢話唔係喎，我嚟咗好多次揾你噶啦，只不過咧你都玩緊啊，同人嘻哈哈，都冇見到我，我叫你都聽唔到，所以到而家嗱你剩低咗啦，我就嚟揾你啦。咁嗰陣時咧，佢已經係一個好老嘅老人啦。咁啊，跟住咧呢個故事咧就話咗俾我聽，原來我哋其實自己個心啊，個心魔係喺度帶緊你。你至於你話要幾時死咧，其實你自己可以決定。不是一定是那個病令到你會死，亦都不是一定是有些什麼事情令到你會死，其實最大的是你自己令到自己死的。那我們眼睛的人都是一樣的，因為我見到很多朋友呢樣都害怕的，又害怕這樣又害怕那樣又害怕翻發又害怕什麼，跟著呢他們呢就很多時做一樣東西，就是這樣不好吃那樣不好吃，這樣那樣那樣，甚至乎呢我聽到有一個朋友教我，他說現在的水很差，不要喝那些水，去山那裡拿水，他每天去行山跟著就拿水回家用。我聽過就算了，不過呢我就想想，山的水你都相信的，就這樣流下來，空氣就很髒啦，我們經常吃那些樣都說有問題，那又要吃，我們要生存嘛，你不吃東西不病都死啊，是吧？即是所以有時這些是你自己的心態是怎樣去處理的，在這裡呢也是其他同路人給我的得著咯，自己有時都要去思考一下。咁心態真係好重要啊！希望大家聽完之後都會去知道要點樣去保持一個好嘅心態，迎接自己人生遇到每一件事。咁喺度多謝阿鄭小姐同你分享啦。咁唔知道大家會唔會有咩問題想問一問？咁如果冇嘅話，咁我哋就係再一次多謝鄭小姐，係掌聲。好，唔該曬。咁我哋邀請我哋個籌備委員會嘅主席李柏豪先生又一次致送敬語俾你。